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最常用的词语，那就是我就。我就在福建话呢有两个意思，对，是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没有香蕉，经常看着我，你帅没？所以是没有香蕉。今天我们来讨论第二个的意思，那就是没有要求。可是哦 ，sorry。可是哦，现在人来讲，我觉得都是口是心。哇，然后拍戏我就来 ，brother， 下面下油。Hey brother， 你怎么了？你 brother， 你等一下，我拍照 upload Facebook 先啊。来下一个。木瓜牌香蕉，让你吃的皮肤又嫩又焦。本公司生产的香蕉不是木瓜，是木瓜不是香蕉。所以当你看到木瓜的时候，你不要想到现在；当你看到香蕉的时候，你不要想到木瓜。再讲下去，我舌头就要打结了。That is not good。切，什么广告来了，烂哦！看我，我菊花现在，看到你自己拍什么，拍到这样烂。啊，哥哥啊！哥哥啊，怎么你要变香蕉嘞？这个是谁来的？不能哭。我以为你变香蕉吗？我几点了？我不要再发白日梦了，我起来哟、哦！还有你的香蕉放在地上，我要扫的，放地上。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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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起来起来起来，我要扫地了，起来。起。哥哥怎么这样暗了？停电了？是不是没有交电费？没有啊，我没有交水费，不然我才没有电的吗？啊！